我是玉树临风、天下无敌的张善为。我本善良的善，天下为公的为。接下来说个故事给你听喽。来喽，我是善为，今年是18岁，身高178，有张帅帅的脸，喜欢大声唱歌和表演，出生在苗栗，生活像大少爷。从小跟奶奶说我想出唱片，结果换来不少邻居的白眼。时间一天一天又过了一天，转眼一长大我来到了台北。大学生活天天只有噜啦啦，心中的梦想一直没有退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做出唱片？唱片公司你到底在哪里？记得奶奶曾说保持善良的行为，其他的安排就交给老天爷。反正人生本来就有苦辣酸甜，我是善为，一定就要勇敢向前。请你把我的手放在你的面前，别问一起 say hey。想变大明星可以赚大钱，大家津津乐道竟是五月天，没人记得春娇志明我也在里面。救国团找我出了一张 EP， 结果通告也只走了一两天， CD 其实总共也没有卖几片。老天爷你为何让我这么丢脸？我的超级救星苗姐终于出现，她不嫌弃我的眯眯眼，说我以后一定会有大作为。我跟她说其实我想出唱片，她跟我说去 KTV 唱就好，现在最重要是悠悠新乐园。各位小朋友好，我是 Happy 哥哥，悠悠新乐园要快乐一整年。请你把我的手放在你的面前，别问一起 say hey。不管梦想距离有多遥远，用尽全力我的拼命希望你看见，在人听见小小眼睛大大笑脸，努力表演只要有善为，快乐一定在身边。Give me five, one